喺度嘅每一位都是經過我哋三位專業嘅導師精心挑選出嚟。我只係想同大家講，我會地有識訓練大家，希望大家有足夠嘅心理準備啊！我認為一個優秀嘅歌手，成功嘅要訣並唔在於佢歌唱技巧有幾好有幾壞。曾经有人跟我讲过，话当所有人都有住同一个愿望，而这个愿望又成真的话，这就是 magic。 希望 magic 可以降临在我好朋友殷子晴身上。总之我来到冲绳都找到你，还有这一世都不可以忘记我的。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平衡着